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您相会在今天的中国文艺，我是盛楠。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来到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在中国的娱乐圈就涌现出了许多外国面孔，他们和无数来到中国的外国友人一样，努力打拼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时也推动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今天的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洲一家亲》，首先带您近距离了解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的欧洲朋友。他们多才多艺，在舞台上尽情挥洒自我。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用实际行动筑建起国际友谊的桥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洲一家亲》。欧洲人的浪漫与典雅在金小鱼身上体现得可以说是恰如其分。这个出生在法国的金发碧眼的漂亮女孩，身上拥有歌手、演员、主持人等多个标签。直爽的性格加上一口流利的中文，让金小鱼在中国拥有很高的人气。她说自己非常喜欢中国，甚至很乐意做一名中国媳妇儿。兰州玛丽莲买了个奇葩苏妈妈，莫斯科的肤色肌爱上牛肉面疙瘩，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石头学，拼上屈辱的变化，拼拼仄仄拼拼仄，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扁担宽，扁担长，扁担想法怎么能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宽宽的河，弟弟说白白的鹅，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那鹅过河。全世界曾在美国做报社记者的金小鱼，因为爱上一个中国男孩，不顾家人的担心和反对，毅然踏上了中国的土地。2008年夏天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男孩，见面有3-4次，然后就觉得特别喜欢他，然后就为了他就搬到中国，就放弃所有在美国的事情。一切从头开始的金小鱼，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电视台担任嘉宾主持的工作。在舞台上收获的鲜花和掌声让他格外满足，也是从那时起，金小鱼开始做起了明星梦。他开始接受专业的表演训练，通过不懈的努力，金小鱼在歌唱、舞蹈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也帮助他逐步走上更大更广阔的舞台。如今的金小鱼已在中国拥有许多忠实观众，但他依然在为了梦想不断地刻苦努力，希望在登上舞台的那一刻展现出最好的自己。以后我还是想留在中国，这个国家给了我很多很多，他给了我一个我喜爱的一个事业，他给了我一个也许有一天我能成功的一个梦想吧。我就觉得中国是我的家。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
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脸眶。田野里歌唱，在冬季盼望，却没能等到阳光下这秋天的景象。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随西风飘荡。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曾获得英国达人秀总冠军的匈牙利吸引力影子舞团惊艳亮相2017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用影子舞讲述了中国传统神话里嫦娥奔月的故事。舞者们在幕布之后用自己的影子塑造出兔子、月饼、长城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造型，令人叹为观止，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我们今天晚上的春节特别节目啊，你那个节目要改啊，改节目呀、啊？对呀、啊，不唱卡秋莎了，要唱红高粱。红高粱，那导演你不是不知道，我是唱美声的。但是观众是上帝，我们四套的观众说了要听红高粱，怎么办？那这首歌我不太熟呀，怎么办呀？不太熟。不太熟呀。那我只能换人了。哦哦，不要，我试试啊。对，试一试。试试。来，预备。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啊头。换大米。哎，换大米呀。哎，换大米的。别瞎掺和，上那儿换去，我们排练呢啊。喂、哦，吉米。把那个给我拿来。什么？那盆儿。盘儿啊。我来给你找找感觉。找感觉。听着啊。啊。懂了吗？我懂啊。懂了哈。你是不是我要那个飞飞的感觉唱？是不是要那个唱破那种？唱破，对，就是这个感觉。再来试一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走，导演，你如果还再让我唱的话，我就跳黄河去了。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哎，换大米，换大米的，换大呀米，换大米的。先你这个换大米，还是卖大米？我不买大米，也不换大米啊！你刚才吆喝的这个换大米，再给我吆喝一下。哎，我不简单的很嘛！你别害怕，我农村人嗓门大。来，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嘞！换大米，换大呀米！太好了！还可以啊！太棒了！啊，你用刚才那劲儿。给我唱一下红高粱怎么样？会唱吗？高粱米呀，我今儿光拿的是大米，没有拿高粱米。我的意思是唱红高粱，刚才他唱那个。哦，就一个红高粱，我个歌。对。哎呀，我谁不会唱啊？太好了，会是吧？啊，来，我们把这里当成舞台。舞台。面前都是观众。观众。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我没有上过舞台。别紧张。我没有上过。别紧张。我不紧张。放松，我叫不紧张。哎，我叫放松。我的意思是，你要这个精神上面放松。放松。对，放松。放松，好。对。好。咋裤子掉了？说啥呢？嗦嗦咪瑞嗦咪瑞瑞拉哆拉嗦，唱。嗦嗦嗦咪咪咪嗦嗦咪嗦嗦么。走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太好了，还可以啊！太可以了！我这二年的表面没有白吃。再往下唱唱。继续往唱。往下唱。好。通天的大道，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啊！啊，换大米，不错不错，非常不错，还可以吧？太可以了！刚才的摇身，就是这个动作啊，咱们能不能改一下？我已经觉得很优雅了。你会跳舞吗？跳舞啊？跳舞我还真不会。不会啊？嗯。吉米来，看，好好看。不是啊！啊！跳不了，跳不了，确实有点为难你哈。来点你熟悉的，你擅长的有没有？我总爱吼个秦腔。秦腔啊！吼的时候总爱捂两下。哦，那我们试一下。试一下。来一下好不好？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太棒了，再稳一点就好了。
板上的压轴就是你了，我给你出场费100块。100块？150。150？那就200。200。再加50，不能再多了。250，可以。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一言为定。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开进门条去。哎呀，这多少年还这钱还好挣的很嘛。哎，不。找个人把我咪给我换了，赶紧。导演，那我呢？导演啊，快去把那大米换了去。乌克兰歌手吉米从小受到家庭影响，开始接触音乐，凭借良好的天赋和不断的努力，16岁的他便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乐队主唱。2008年，吉米来到中国发展。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中国民歌，并被深深吸引。那时候你听的第一首中国民歌是什么？听了最多在那花花盛开的地方。为什么要选上这首歌呢？我不太懂什么意思，我听，但是我就旋律很舒服。从此，吉米开始自学汉语及中国传统文艺，因为亮眼的表现，受到歌唱家蒋大为的赏识，将其收入门下，成为蒋大为唯一的洋弟子。我爱你中国语言啊，学的语言，你尽量往中国的语言上靠。外国人到中国来学中国歌，他们把它带到世界上，带到国外去，可能要比我们到国外去唱影响力更大。多年来，吉米一直追寻着自己的梦想，从未停息。他用歌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表达了他对中国深深的热爱。我的梦想发生了就在哪？在中国。机会留给准备的人，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勇往直前。来自俄罗斯的大卫儿时便迷恋上了汉字，特别向往去中国学习传统文化，曾获得了2014年中央电视台汉语桥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全国总冠军的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汉语通。
虽然他与中国没有血缘关系，却把中国当做了他的第二故乡。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闲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俄罗斯姑娘塔雅原本是一名舞蹈演员，在一次国外演出中与四川小伙唐从阳相识，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就是有一种怦然心跳的感觉，也算是一见钟情吧。First, he touched me like a person, but also I was enjoying when I was watching his, how he's working, how he's performing. 为了两人能有更多的相处时间，塔雅毅然放弃了曾经挚爱的舞蹈，追随唐从阳来到中国。夫妻二人开始搭档尝试杂技表演，这对于完全没有杂技基础的塔雅来说，难度可想而知。虽然在练习过程中受伤无数，塔雅却从未想过放弃。Get hurt, it's absolutely normally. It's make not make me feel like I don't wanna keep going to do this. For sure, the only one the reason why I back to China is Tang Chongyang. He's the person who I love. So do anything with him together, it's most enjoying thing.So doesn't matter, no matter we are do something hard work like training or performing or relaxing and enjoying, no matter we are enjoying all of the things when we stay together and do something together. 经过了几年的磨合，两人在舞台上的表现可谓是默契十足，完美绽放的背后凝聚了这对跨国夫妻无数的汗水与泪水。我们相信，当两人携手为爱起舞，未来一定会谱写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爱情神话。